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个盗墓题材的影视剧，对吧？也都知道这盗窃古墓其实是违法行为，但是有些人还是被利益所驱使。前一段时间，安徽定远警方就抓获了几名盗墓的摸金校尉。这个被民警抓获的男子姓周，警方在他家里发现了大量盗掘出来的文物。那么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呢？去年11月，定远警方在侦查中发现有人在市面上贩卖文物，于是立即对线索进行追踪研判。经查，3名嫌疑人分别是周某、张某和刘某。锁定3名嫌疑人后，定远警方将3人抓获，并缴获了大量的文物和探测器等物品。3人对于盗窃古墓葬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后经文物部门鉴定，周某等人盗挖的古墓葬均为战国至汉代时期的古墓葬，那么盗得的文物均为汉代时期的文物，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。其中国家2级文物件、国家3级文物2套、古铜币1000余枚，以及大量其他的善文物。目前，3名嫌疑人已经被定远警方刑事拘留。